我觉得这个，怎么觉得这个美颜有一点过分呢？这不就是那个？就是白开水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衣服好像显得我脖子短。那里面有那个烤鸭和那个，但吴俊你也不喜欢吃，还有那个鱼子酱，因为那个鸭它凉了以后就很腻，它不凉的时候我都没吃下。哎，把那个红手机给我下来，看能不能放个音乐听。谁是小菩萨？不要乱讲。这个衣服好看吗？我觉得这衣服显得我没有脖子。这个有没有上 QQ 啊？QQ 网易云，现在已经没有虾米音乐了，没下载哎。音乐，获取密码是多少啊？帮我输一下。密码？哎，猜对了。宝贝，记得回家，我在家呢。这衣服有点厚吗？它短袖的那种。跟你们聊完天，我又要开始痛苦的背诵我的这个台本了。衣服有点短嘛，但是我下面是一个这样子的裙子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刚好是叫连，就是刚好是高腰的。背台本，哎呀，台本太难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背上吗？没有露肚子，只要我不做大幅度的这个动作，你看，咦，它是不露肚子的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我的伞？小霸王学习从植入芯片有没有？有的话赶紧给我植入一个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大家就静静的看着我就行，我也静静的看着大家就行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一点都不辣，没有味道，所以我没吃。
你们都没给我连过 WiFi 吗？没连了。嗯？应该连了。No。可以把空调打开吗？太热了。磨皮太重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个这个吧，不加那个滤镜的那个，这个可以吗？这太真实了吧！哎，帮我连上那个蓝牙嘞。你没有买这个会员吗？是你的吗？有会员吗？没有，酷狗我是会员。问一下小轩，让他把他会员给我用。这是你的吧？对啊，但我现在在直播，我现在放不了音乐。这个太自然了吧？现在。我把那天的那些小娃娃都寄给那个八神，他会送给歌迷。给你们播一会儿，我就要去背台词，可能是我发型的原因，今天看起来有点像 AI 的一个女生。这个是 iPhone 几啊？没丢啊，就在啊。减肥我不减，我现在已经很瘦了。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号呢？应该是188呀。忘记密码。一个啊，有那个点儿吗？但是我不想登这个密码，因为这个里面没有我的歌单。我这是188呀。啊？什么登完了？又浪费88块钱。
可以退出啊，又不一定非要登。为什么浪费呢？明明就是会员。你说什么？说我节约啊？我就是挺节约的。更好看吗？因为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，然后呢又没有地方发火，就趁着这个机会发泄一下。你讲到了呀，然后他还有那个字幕的那种。可以对刺猬发火呀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是个红酒柜，不连线。我就觉得我没有刘海看起来不太对。哎，给我个夹子吧，我把头发夹一下。是不是美瘦脸的原因啊？我就觉得瘦那么多。跟没刘海就两种风格嘛。唉，我这两天压力有点大。我今天还开了一个会，大家都在鼓励我说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真的很想放弃那个节目。我说我真的做不到。跟导演他们就说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一首老歌听一听好不好？这首歌叫什么？天地问剑，哎，这个朋友，樱桃买草莓。天地问剑的剑，你打错了。
我听，他让我买会员。好，我给我自己买会员，买 VIP 才能听。我的天，哎，这也挺好的，倒是可以收版权费。开通一下，但是他这样一来，他妈就让我多花了1000块钱，真的服死了。那也不是一点钱的问题，那个88花完以后，每个月又要花30。小轩，你是那个 QQ 会员吗？什么 ？QQ 会员？是。完了，自己的歌都。自己的歌都听不了，真的是崩溃，我天哪。我看一下别的歌是不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。都不行，都只能听一点儿。只能听一半。Just for you, my boy, your side. 思い出、二人で見上げた空、ゆっくり色変えて。还能听一分钟啊。 Your heart because of you 进入心跳 Breathe 吉祥三句啊，好的。你们放个那个 live 版的吧，里面有说唱的那个。这是藏语。
又卡了吗？自己不加自己呢？加上啊！你让小轩弄吧。常听过吉祥三句，真的假的？把我房间扫一下，拖一下，至少一天拖一次，不然地上太脏了。主要是要拖一下，好多灰啊，要把那个水换一下。能不拖他拖啥的，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分工。天哪，这什么歌？First Love。 刚刚有个朋友说的好，今天不要放那个霓虹的音乐，这个可以放吧，如梦令李清照的。喜欢看我穿藏装的样子啊。蓝蓝骨灰粉丝都知道哦。过分了。雨疏风骤，你们是伴奏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都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怎么变成伴奏了这首歌，还可以吗？
加我的 intro 吧。听完这首歌我要下播，我要去复习了哈。还是茉莉懂我，都知道我的笑点是什么，噗的一下。我把这个关掉吧，这样吧，这样自然了吧。天上的鸟儿，叶公，你说的那个歌不是你是天上的鸟儿，是天上飞的是什么？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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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着？这个是十年那张唱片的第一首，就是因为我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都是 intro， 就是没有唱的那种 intro the blue。谢谢小 C， 谢谢。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啊？我要笑死了。这首歌是菊池老师写的吧？太自然了吧，姐，我觉得还是加一个那个白开水吧。你还是最喜欢天女是吧？这个是 intro 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序曲，就是没有什么寻，就是没有唱的地方。天女是第一章里面的。我们差不多可以下播了，这是什么歌？听一下我自己写的歌，自己写词写曲自己编曲。谢谢放慢，谢谢你。我是一一朵飘渺的白云。这首歌遭到了我的经纪人的强烈吐槽，搞得我一度没有心情再写歌。身边无声无息，走到在哪里都孤寂。偶尔帮你挡住阳光，哎，这好方便，这可以看到歌词。像天边的云，多么丰富，多简单，就没有标志。那就你看歌词好方便。不听也不记。别听大表姐的，你写的很棒，要多写，别听她的。真的吗？我也觉得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所以我的歌也很简单。谢谢范门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可以问一下吗？哪个行业的？
我的词，我的曲，我的编。但那个时候编曲没有，我还不是很懂，因为我刚当时是谁啊，熊汝霖教我编曲，然后还有刘老师，然后我就是自己弹钢当当当当当当当的，然后把那些 loop 全部就是可能自己写不出来，我就把那些素材全部就这样倒过来贴过来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加上那个金大洲老师他帮我整理了后期。上学时的女神，她喜欢那个生活不是摆烂。相信自己，来吧，我们再放一首歌啊，听完我就要去啊。想听什么风格的呀？放一首就是我很也只能听30秒，放一首就是我每次开演唱会都非常冷门的歌，然后大表姐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唱这首歌，因为台下真的好安静，寂静的好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有点尴尬。我说那是因为大家融入里面都在享受音乐啊。我觉得太开心了，我现在有个音响，我就可以每天都听音乐，可以听3个小时。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，他就说观众的表情就是很尴尬的那种。我明天把这个，明天把这个弄好啊，不然现在我的歌我听不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要送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可以了。快把我的赞点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有一首唱的有点车祸现场的歌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这一首诗是范仲淹写的，塞下秋来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，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丈起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塞下秋来风景，因为是唱的现场。去哪儿？下楼。你要早点回来，我们今天还要再对一下那个剧本。啊？浊酒一杯家湾里，恩怨已了归无期，羌关逍遥霜满地，人不美将军白发征夫泪。学一下这首诗，很好的。烟染了归
的事业性音乐啊。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，事业性音乐没有了，因为当时我想拿一个杯子那样做的时候，发现国外很多人已经做过了。好了，今天没有歌曲听了，最后大家把我点亮一下吧，我要下播了。我们点到160,000下播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手机调一下，因为他们没有会员。我明天给你们放那个再盛开吧，14、15、16万下，谢谢谢谢。无相，今天不放了吧？你的要求越来越低了，什么要求啊？我不知道，可以说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。没有了，今天没歌听了啊。当你觉得自己累做不到的时候，就是你走上坡路在突破的时候，一定要加油。好想哭，真的是做不到，好难，太难了。我不是觉得做不到，我是觉得怕连累所有人都等着我在那耗时间，所以就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如果脸皮厚一点我也无所谓啊，大不了就一句一句的过呗。但是我对自己是一个有要求的人，我觉得出去就是要很专业，所以就要好好的去努力，好吧？少说多做，做好事情。唉，对啊，可能我身上还是有一点点闪光的地方吧，不然人家就不会要我了。大抹杀如雪，昨天已经前天放过了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等我录完长沙的这个节目，我再好好跟你们聊，不然我现在吃也吃不下，然后直播的时候也总是没有那个感觉。拜拜，我会加油的。没有提词器，我也可以的。好害怕呀，怎么办呀？真的背不下来。拜拜啊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加油，拜拜。